不要被外界的环境所击倒。哎呀，外面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击倒了。树叶要清净，就是过去生中你们造的这种树叶一定要让它干净，然后清净下来。那么你就是消掉自己业障啊。 清了就是理清了，我还你了。静，我现在安静下来，我不造新业了，对不对啊？人能成佛，苦能变乐呀。一个人天天想着佛，想着菩萨，再多的苦难，他也能变成快乐。如果你众生则执迷呀。 就是我今天明明这个事情搞不清楚的，我就要这么做，执迷啊，善果不显，也就是说，善良的果它是不会显化出来给你们的。所以你们去看，任何一个人执着的想做一件事情，他的善果一定不会显化出来。举个简单例子好吗？啊。 小时候，跟爸爸妈妈说：“我一定要买这个东西。”妈妈，我一定要买这个玩具。你吵好了，在家里哭好了。你觉得你吵了之后善果就来了吗？就不买。如果你好好的做作业，妈妈，我今天成绩考了这么好，考了九十八分了，你帮我买一个好吗？ 好孩子，我帮你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能执迷呀、啊，迷就是我盯住这个事情。所以修心要修到不颠倒、不妄想。妄想是什么？做不到的事情去想。颠倒是什么？明明是正的，你说错的；明明是错的，你说正的。所以不要去想，然后呢？ 不要去执着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不要去欺心。什么叫欺心啊？师父跟你们讲的很少。欺心就是欺负自己的心啊。你们说别人欺心，你说你自己怎么会欺负自己啊？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说我一定要做，你是不是在欺负你自己的心啊？ 你最后做不到，你痛苦吗？你的心是不是受到痛苦了？这不叫欺心啊！所以佛法叫我们不欺心，不要去欺负自己的内心，诚实守护功德。这句话听好了啊，非常重要，要诚实的守护功德。什么叫诚实守护功德？你说你今天有功德。 你不能让他跑掉吧？因为功德以后可以消业的。比方说，你现在社会上碰到一些灾难了，或者家里了、社会啦，或者天灾啦，哎，你有功德你会消业的。你不要忘记啊。那么这个业，这功德到哪去了呢？靠你守住的，你用掉了呀。我问你们，你们现在是不是没守住很多功德了？到哪去了啦？ 拿出百分之二十给这个，拿出百分之十给这个，然后自己做错事情，我百分之五的功德加进去。一会儿这样，你说你做的功德没有守护呀？没有守护功德，等到一个大的业来了，你就控制不住了，就出事了。那么师父跟你们说，诚实守护功德，也就是说，守护功德靠着自己诚实。为什么？做一点功德。 嗯，很好，我好好的保护好，老老实实，不要自己说我今天需要功德了，我就开始去做功德，叫不诚实的守护功德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你做了你就用了，做了你就用了，就像你赚了钱了，你家里就用掉了，赚了钱家里就用掉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多赚点钱，家里留一点，等到有该用的时候再用呢？ 所以要诚实守护功德，才能进根本的本性当中。根本的本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啊，九十天中，一个人从佛而来，啊啊，与佛同在，啊，心佛合一而归，那就是涅槃呀。你的心跟佛一样，你是不是涅槃了啦？ 对不对啊？那么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根本进去呢？就是靠功德，诚实的功德。因为这种功德是离欲体的，就是离开这个欲望本体的。你看看一个人的功德不能有漏的。你今天做了功德，你是为了某一件事情、某一个目的，和一个人只是在做功德，没有目的的去做。 那个叫纯善功德啊，叫善德啊，善功德啊。所以《心经》里面叫究竟涅盘，我们这里还没到这个境界，叫究竟真理。人间就讲究竟真理，这个究竟的真理就是我们说无常啊，苦空无常，你要懂啊，你要让众生彻见本性，你要让众生彻底的了解。 这个世界活在世界上的本性是什么？修内在的智慧和觉悟。我们智慧和觉悟，我问你们，是在行为上还是在语言上啊？是在你的眼睛里还是在你耳朵里啊？都不是，是你内在的境界所体现的智慧和觉悟。 智慧那是看不见的，觉悟那也是看不见的，所以叫内心觉悟。啊，要觉悟原来的本性，原来的本性是什么？从小这么善良，你们长大了贪嗔痴慢疑，跟别人斤斤计较啦，嫉妒别人啦，然后挤压别人啦。 那么越长大，智慧越没有，天天就学着不好的事情，越长大越糊涂、自私啊、贪婪呐、啊。那么怎么样叫觉悟原来的本性啊？就是返璞归真了、啊。你要慢慢知道，损坏别人东西要赔，做人要对得起别人，要对得起良心。那么你就找到原来的本性，因为你。 必须找到原来的本性，因为你是清净的莲花呀。清净的莲花不是长在凶残上面的，不是长在没有智慧上面的，不是长在没有智慧，不是长在嫉妒和嗔恨上面的。所以，因为清净的莲花，它可以不受。 五浊恶世的污染，你看看你们现在受到五浊恶世的污染了不啦？什么事情嘛？自私自利，先想到自己，再想到别人。你精神上要得到解脱，你才能无忧无虑。所以，一个人真正的开心啦，不是有钱啦，不是有名啦，真正的开心啦，是无忧无虑啦。 你看孩子的开心，小孩子、小朋友的开心，那才叫真正的开心。你看他们笑得像天堂一样，因为他们无忧无虑啊！啊，一个人要想得到无忧无虑、精神上的解脱，要马上开悟，马上开悟，你的世界就进入了佛国，对不对啊？ 你说你跟所有的人都在一起，学佛的人在一起，你是不是进入佛国？你说一个很大的庙里边，所有的人都在拜佛念经，他们这个庙可能就是一个佛国呀，对不对？啊？一起吃饭，对不对啊？一敲钟，一起起来念经，晨钟暮鼓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不就是佛的国度吗？所以不受污浊恶事的污染啊。 离一切众生相，一个人一定要离一切众生相。离一切众生相什么意思？大家听懂吗？就不要因为你是年纪大的啦，你是小的啦，这个人很讨厌啦，那个人很我很喜欢他啦，这些都是众生相。你心中要平等，要拥有佛的平等相，要用平等心来生活。 你的心就是净土了，所以佛为了让我们得到这个净土，他告诉我们：你把所有年纪大的人都看作你的父母亲，把所有比你年纪轻的都看作你的儿女，把所有跟你年纪一样大的看成兄弟姐妹，你是不是拥有平等心了？所以师父跟你们讲。 你想心中净土，就要离一切相，把自己的心变得简单，而又快乐，你就是过的佛的日子啊！大家听懂吗？我问你们，你们生活简单不啦？不简单呀，想的太多了呀，你们不能快乐呀！如果你们天天想的简单一点，你当然快乐了。 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简单才能得到快乐。想快乐，把自己的思想弄得简单一点，回归原来的信念。一个人回归原来的信念。